就像是你 S1 英雄联盟 S1 S2 的冠军，跟你拿 S3 S4 S5 的冠军，那个感觉是不太一样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啊？我是觉得游戏越初期拿到冠军，它的参考价值是比较低的。所以主播的福能是在游戏初期拿到的，也是充满水分吗？小心你射三个零。Thank you。不对，我今年还会再拿到福能，你等着看。不对，今年我会再拿了，你等着。你去年也讲过，去年有意外，就今年是有严重意外，不是？但动不动被美就抓去美国是怎样？谁叫你要结婚？爸不能这样讲啊！我觉得结婚很好啊，就是结婚得到的东西大于我上福能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小事啊，同意吧？嗯，我上福能能干嘛？能吃吗？真的吗？真的，轰斗，轰斗，好了，说。所以你结婚得到了什么？账单。恭喜你，看起来很高兴的，没错。请问 Fnatic 要 all in 吗？ all in 啊，输不了，真的输不了。你上次也说 Fnatic 铁赢，然后你破产了。我这次再说一次， Fnatic 铁赢 100% 赢。你说他上次输给别人那都算了，好不好？输给富腾那算了，输给 BLG 说不上来吧，你没办法说 Fnatic 是个烂队。阿森，你这是哪一队？ Of course, this Fnatic team, they're such a talented squad, but they have been known at times. Who we are? Fnatic. BLG 如果赢 Fnatic， Dennis 上午聊天室20分订阅，我把这个头给剃光，锁定了。你看20个订阅就可以买到我的光头，我就是这么有自信，是他妈不可能输的。你就很烂，还不承认哦？哦，对啊，我烂，我承认了。台上没有诚意。我真的好烂，我真的好烂。大家知道这样。阿森，我来看你崩溃了。那你要看看你妈吗？你儿子来找你了。你妈说她在吗？对 ，Hero 真的太紧张了。比我第一次还紧张。主播，你长得好像猎人的雷欧利哦。我长得还很像艾克伦伍的 John Wick。你好。我喜欢这选择。有了 ，Hero 醒来了，这个才是静音干啦的用法。就在我弹尽粮绝没有技能的时候，我不这样做我赢不了，我就这样做。干那个 Hero 他妈的，哦有哎。说真的，剃光头应该比现在的头还好。我应该在一个礼拜就会长长了啦，我头发长很快的。这个头怎么了？就我跟那个造型师说让你放手做啊，他问我要什么头，我说我剪一样的发型已经好多年了，我特地留长，你就尽情发挥吧。然后就长这样了。起价减600块，没有不好看吧？只是不适合我吧？干这样讲话哪里怪怪的？是我不好看还是我的发型不好看？太小了。Advantage maintained. This hero going to try to have some impact. Ah, 可惜 Showers is now the last man standing. Position known. Finds the first. Finds the second. Looks for the third. Paint shell puts him low. The night ball. Hero. The stick being held. Hero. 有哦，太有料了。Oh my god. 韩国小姐姐这件帽T会让我想买，她这样穿确实会让人想买，她穿起来很好看。哦，差一点点。哇，夸哥这一次的状态真的拉到很顶哎。Chef's kiss on that round. Mamma mia. Are you gay? What? 哇，八哥直接杀一个，这应该是眼睛照到了，在 B 点丢的。这就是我觉得肯特玩飞德要练的东西，不要那边老是那个手法那边矮小干。那阿森，你要练什么？我呢是金色狂风里面最不需要训练的了，不需要练习的了，我该会的都会了。
你要这样滑哦？你旁边不是有个叛旗吗？傻小啦，为什么是这样？哎呦，我真的没办法理解，理解不能呢、欸，怎么是这样子啊？哎、欸，这是赌对方架不住是不是？干傻小，那天已经被你已经发现了你的弱点，他就是枪下好就好了，反正他就照打他平常的基本功，你就打不赢了。怎么是这样子啦？不是还有时间吗？我看不懂哎、欸，看把把要这样子哦、喔，干拉干拉再干拉哦、喔、，Oh my god， 理解不能呢、欸，我理解不能呢、欸。干我真的不能理解，这什么小啊？干嘛干嘛又要干拉？欸、也不等狗哎、欸，直接拉进去哎、欸，哇！然后再干拉，哎、欸，看一下王浩子好不好？他又滑了，他又滑了，来来来。哦，这边是双 pick， 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勉勉强强还可以接受。那、啊、你轰雷哦，哇，撑到都没烟了哎、欸，干嘛？哦，被绑了，这就是技能交换，小招换你大，抵消掉你大招。哇，全面封锁也开了，因为你没时间转点了。And Fnatic are poised to win this round. Boaster swinging around the back, finds the headshot on the first, the second, looking for the third. He's got. 小波，小波。Kill us thus far. 什么叫做？哎呀，但他拖到他的烟都没了哎、欸，他是故意要等这颗烟结束是不是？干，反正也像在打机器人一样哎、欸。小波的荧幕已经越贴越近了，他的眼睛真的好漂亮，无法忘记。你蓝色的眼睛，主播为什么支持 Fnatic？ 因为他强啊，双冠王强啊！目前整个特战英豪到现在也只有他们有拿过连续双，但我怎么变哈根的靠背？双冠王，那太碾压了吧 ？B 友需要怎么赢啊？赢不了嘞！哦。哦，要这样一直滑哦，那你要滑去哪里啊？到底要滑去哪里？为什么 BOG 不喜欢补枪啊？但我觉得他们很像是完全不知道，欸，这个天赋还有第二页，你知道吗？就他们就是天赋，就是一个经验，就是反应力、甩枪，然后都点到最高，他根本就没翻到第二页，天赋还有第二页，他都没点。他就是这条路，然后一直点，我就整个时间赛区都是往这一条路一直点这样子。哇，王浩哲，你真的太辛苦啦，你是最强的，你其他四个队友真的都不够造啊，真的有人会这样想，我的天哪！然后在后面帮他丢闪，帮他打阵，让他打 S 那个叛旗，就只有助攻而已。帮他下烟，帮他造，帮他放狗的人，也都只有助攻而已。太厉害了，就是要你这种人啊，我们如果有五个你的话 ，B 友率早就赢了啊！真的好害怕，真的他妈有人会这样想，你看，真的好可怕，真的好可怕，吓死我了。真的是吓死我！其实也不是说要我看好 BOG， 还是要一直喷他们。我只是觉得，就是都来到这个赛事了，然后不会想要留下点什么，就是会觉得他们没有留下点什么，实在是很可惜。起码让大家或是 Fnatic 感受到你是一个棘手的敌人吗？或起码你在 Fnatic 身上留下一两道疤痕吧。你可以输，可是你起码留下一两道疤痕吧。我一砍了他，你我一砍了他一刀，他那条疤。得留十年，那你得把 Fnatic 的一点战术给逼出来啊！ Fnatic 这样，那个就砰啊砰，好，那这样就没了，我就觉得奇怪，但落差有这么大，还真的这么大，就还真的那么大，因为那个 S 是建立在你这样子滑死了11次，你才只有一次成功。就算是我这副德性，我去跟路上的妹子，我去告白，跟12个不同的妹子告白，说跟我在一起。也会有一个成功是一样的啊，然后哇，我好屌，我好猛哦，还得是你啊，森哥，我都没办法第一次跟妹子告白就可以在一起，用一次告白过十二个吗？你怎么了？那是几率学的问题啊。那你现在去西门町卷一圈，走一圈，十二个你问十二个一定都没问，就一定会有一个嘛，就是，哎呦 shit， 真的是 shit， 被告十一次，一次和解。
乱讲，现在就去试试看。你去试，你去试。不敢说聊天室很多人这辈子告白的次数都不超过50。你们不要放弃啊，还有7次啊，去试试看啊。谢谢盛哥在做笔录了。告白而已，不至于吧？现在的女孩子连讲句话都觉得是怎样吗？都觉得被骚扰吗？有这么严重？你不懂现在要被定义耳男多么容易，嗯，是吗？我老婆也整天说我耳男呢，啊。你老婆那是情趣，我们是法律。开门，三个人一起先来拼后面。Catches a glimpse, continues to push his way forward, trying to play a little bit of ring around the rosy here.With Alpha, but Alpha maybe out doing. Alpha 也在绕他哎。Around the back, hero at the same time, able to find flex. 哎，王浩哲，你的点上还有包呢。Under the spike, YZ opening things up even further as hero trying to live up to the name, knows that he's right in front of him, and he has it. Oh my God, hero! One punch. Oh my God.哦，可以啊！哇，啊，被返回来了吗？小波的残局，我又是单打，又是单打！哦，耶！我独自干啦 ！BLG 啊，不是 Vanity！ 哦，真的是 ，Oh my God！为什么那么急呢？Well, they got Alphier into a timbers. As of course, Buster came prepared with some celebrations. 阿法爷什么时候要变斜咖啦？那是阿法爷吗？太小啦！这我还觉得那个 NBA 有个教练很屌。我那时候看到剪辑，那记者问他说：“你们为什么会输球？”他就因为没有把球投进篮筐。看，干嘛这个？他也懒得跟他讲那么多。看，真的超屌。为什么小波有胸肌的啊？他中间这条线感觉要夹下去了哎。你们看到吗？小波他这边这边已经有一条线了。看，我也要练我的胸肌了，我也要变成像他一样，把这一边弄出一条线。无法忘记你蓝色的眼睛，无法忘记你蓝色的账单。